由创新科技处主办的一年一度科技佳盛事创新科技月2014开始了。今年是创新科技月举办十周年，节目特别丰富。重点活动创新科技嘉年华一年九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，今年首次新研至刚刚落成的第三期园区进行活动。参与机构超过75个，展出他们既创新又实用的发明。除了展示创意发明，还有超过850场多元化活动免费给大家参与，还有电动车展览和创意科幻密室实践游戏，要靠你们的思考和解难能力成功逃离密室。创新科技大使默默还带了全新的互动游戏默默长包山送给大家，更加不少得的还有融合音乐、舞蹈、魔术表演的创新缤纷会。嘉年华适合一家大小，欢迎你们来亲身体验。